倪亚伦小宾馆的浴室里血脉喷上了，什么鬼啊，太奇怪了，这个打妹不行。倪亚伦在空无一人的公厕厕所里狂乱的今天宣传完之后三个月别来宣传了你这是咋的了？哎呀，进医院了还是进殡仪馆了呀？这是我最亲爱的朋友们啊，明天我就要离开和你们在一起的日子里。虽然我长期嫌弃你腿毛，老是整一地，搞得我鼻炎都要犯了。还有你面膜，你很恶心，你很恶心，很恶心，一贴面膜就是十天八天的。很恶心。虽然你们啊 ，so 干你们，我跟你说，你们啥你们？你到底咋的了？你好好说话。对，你听你说的是人话吗？我们说你头发少了吗？我是病了呀，我是有病了，马上我就要离开这个地方，哪怕我都没有好好看过这个世界，没有完全的看过它。我后悔高考的时候为什么没有好好复习。还有我跟你讲，幼儿园隔壁班的那个啊小花儿，到大班毕业我都没有跟他说过话。我跟你说，你知道我多悔恨吗？那咋的，那人都要走了，你就少说点话呗，给世界一片安静啊，让就整个世界更加和谐，也给这个活人给你留个好印象，行不行？快走吧。我最近啊恶心想吐，四肢无力，偶尔气喘不上，肚子也是疼得不堪。我查阅了无数典籍啊，浏览了无数的网页，你知道我得了什么病吗？啊，你知道吗？我哪知道啊。肠癌。嗯，肠癌呀？哪个肠癌？唱歌的唱吗？你唱个肠癌的话，我只能说平时还是少用一点。我怀疑你在开车，但我没有证据。我阅读了无数典籍啊，看了一些网页，他们说我中东呼吸综合什么症。拉倒吧，你这么懒，哪去过中东啊？还中东呼吸？可不咋的，就这富贵病还能得你身上？穷搜一生，有这闲工夫啊，不如看个剧，是不是？啊，来看个剧吧，来吧。嗯，干嘛呀？嗯，弟，嗯，我跟你俩说哈，虽然我没咋出过门，但是呢，我有一个骄傲的事情，我吃过一根价值50元的进口香蕉。等一下，你从哪儿拿出来的？你现在放回去。它来自中东。哎呀妈呀，中东？莫非是你得病的那个地方？你赶紧拿走，离我远点，不要传染我。大难临头啊！各自飞啊，真是日久见人心，路遥知马力。报告，中东为什么会有香蕉呢？对呀，中东为什么有香蕉呢？我就说你脑子不好是不是？你就缺心眼儿。你要还是赶紧出去吧，你不要传染给我们好不好？各位爱奇艺周末不出门的朋友，大家好，我是倪亚伦。能打，固执，深情。有印象最深的那种武打戏吗？每一场都很深，因为每一场其实都很累。我还有一场是跟一个190的里面一个坏人打，我在监狱里直吻他，然后我要很凶的推他，这样真的用尽全力推，是我往后推。那最后这个戏怎么解决？就是他配合我啊。KO。就是跟小鞠接触之后，初印象和最后有什么反差吗？没有哎，他一开始就挺做自己的样子的，他就是还蛮大咧咧的一个人。知道演员是他的时候，没有什么就是去查他的资料？有啊，有稍微百度跟看了一下，就很期待看到4000年难得一见的美女，这是心里赞叹就好了。对，挺可爱的，挺可爱的一个女生。跟鞠婧祎就是一起对戏的时候，平常本戏会做一些什么呢？闲聊，聊他们团体。因为他那一阵子被公司限制不能吃东西，我就会偷偷问他说：“你要不要吃什么？我帮你带。”你就这样子去那个勾引他？
勾引。对啊，就用食物去勾引他。对，也只能这样子了。在跟小鞠在这部戏里面有吻戏吗？没有。作为就是吻戏界就是非常有话语权的。对啊，想说为什么不安排个吻戏啊？那假如现在就是你自己导一场饮酒哥和那个警察的那个吻戏，你会想是什么样的场景，什么样的情况？有一场是在他在聊在医院的时候，然后我在中秋节的时候去探望他，然后我们在一个秋千上，非常浪漫，在最高处开始吻，然后一直吻到就是秋千停止摇摆动为止。那要是秋千飞过头了，那转了1360度，那就舌头也跟着，不是？没有那种动作戏的桥段，你有觉得哪一些戏是让你觉得很扯的吗？其实基本上偶像剧那种粉红泡泡的都很扯啊，跌倒还会倾倒，你应该是牙齿都要被撞断了吧？你怎么可能倾倒？你之前不是有一场那种戒指吻吗？就让大家印象非常深刻的戒指吻戏。你说把戒指咬下来那个？对。哦，那个是导演要的。导演，我想哇，导演你经验丰富哦。好，一会以后再发挥一下，从脚链吻啊。脚链。可以先洗澡吗？我怕有脚臭。我有看到这片花里面有粉丝想让你解释一下你的眼线是怎么回事。我眼线就这么回事啊，生出来就这样，很困扰哎。年长的伯伯就是路过就会说这小伙子妆干嘛画那么浓？我在这边不是真的不是用骄傲的方式跟语气跟你们说，我真的很困扰，对，是我的困扰。但是我发现很多女生真的没有睫毛。你是在嘲笑谁？我不知道，自己对号入座。比如说签售会的时候，我就会问他们说你们从哪里来啊，他们就会很老实回答，我从广州来啊。我说不，从我心里来。哎，你哪里人啊？也有人会说哦，我北京来的。不，你是我心上人。吃饱了吗？他说吃饱了。你还没吃我，你怎么饱呢？你有没有那种就是自己觉得可以让自己的粉丝对你不离不弃的那种优点？结了婚都能离婚的，我何必在那边讲求不离不弃呢？大家开心就好，追星没有压力啊。我觉得我的优点就是我可以成为你们人生中需要的时候的一束光芒。上一次我知道这种光芒的人是如来佛。亚伦在养生节目录制现场千娇百媚，大声说道，扒了摆了嫖了飙了冰了奔了北了泼泡了冰了病了排了北了边了跑。大家好，欢迎来到怎么吃才健康，我是主持人严亚伦。吃通常要搭配运动，怎么运动才是正确的方式呢？记住以下的口诀：摆了、扒了、摇了、冰了、奔了、北了、坡、泡了、冰了、病了、排了、北了、边了。好，小宾馆的浴室里，血脉喷上了，叫爸爸。什么鬼啊，这个打妹不行。洗澡看到蟑螂。啊，蟑螂蟑螂，太奇怪了。亚伦在空无一人的公厕厕所里，为什么那么喜欢厕所，狂乱的舔鸡脚。可以了吗？今天宣传完之后，三个月别再宣传了。我们就让这个环节
成为爱奇艺的主打，可以吗？好，加油！接下来就是还是要让大家多关注《请赐我一双翅膀》这道，不是这道题目。哎，在我尴尬完之后，你不能让我好好的宣传一下。刚才大家有看到我多拼命了，就是宣传这部戏，就是希望大家可以在戏里面找到每一个人属于自己的翅膀，也希望让大家看到不一样炎亚纶的《请赐我一双翅膀》。加油！私人定制明星资讯，专属你的娱乐播报。扫描左侧二维码，关注爱奇艺娱乐官方微信。